身子引起来，引起来，引起来，一手还引，往上拧，拧着身拧，拧脑袋往上拧，脑袋往上拧，脑袋，你看我一蹬你，我头我一蹬你，就蹬着头悬梁锥刺股，哎，蹬着你，对，就是头发拴在那个梁上，蹬着，又掉了，又掉了，哎，你看可以这么待着。这么着，这么着，看左着，还是这样，他们左着，还是左着，不是还是左着，是吧？还是这么左着吧？长长着一抹，有这堵墙，抹着墙，抹着墙，顺着抹，抹着墙，哎，抹着墙，抹着墙，哎，抹着墙，抹着墙，别顺着，抹着墙，自然的，是，这么待着吗？你趴这么个立着呢吗？对不对？别拿个不是干，这这么整个这么待着呢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闭着耳朵，闭着俩耳朵。对，放回去。拿气，闭着耳朵，对，还得了，拿气就心疼啊。啊。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正冲劲就饿就不饿起来了。嗯。你比如说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什么呢？一飞冲天。嗯。那得冲天，这么的就打了吧。哇，这不咋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所有动作是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它圆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待着，我一撵就过去了吗？所以你看，你肩膀你老这样，你看这肩膀死了，肩膀没有死，活的。哦，你看这手指是手指头，抹子，这儿抹子，哎，这么一捋，这么抹子，这么抹子，抓紧，不是别用胳膊，这是用脚，手打三分，脚打七，这脚打七不是说拿脚踢你，是吧？就说你这手在这儿，我手在这儿，你看没？哇，你看，我并不是拿那个手打的你，拿脚打的你，对不对？这叫手打三分，脚打七分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哎，手势上扇门，全凭脚打人，对不对？你脚打人，你我手不动了，那你是脚打的人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我拿脚踢你，脚踢是一方面，是吧？嗯。所以你这么理解，就一般的拳脚叫踢腿三拳空。啊，这是形与手，对不对？就说你脚形与手，这叫那个，是吧？手打单脚打算行的手，实际上是用脚行的，用脚打的人，对吧？你脚为什么在用脚打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所有拳用脚打，对不对？我并不是用胳膊打的，这么一带带就这么一带，啪里啪里，啪！哎，用这手，这典型的下堂动作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就这才出来了，不是这么砸去了砸，是吧？哎，在这球上就没砸了，哇，这就砸了呗。哎，这练出来是不是？轻，看吧，轻，能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重就打了就是了，哎，对不对？由轻到重，由慢到快，所以武术练武功的方法，慢练，快练，是吧？慢练才出功夫，是吧？你得讲功夫，你得慢练，是吧？慢练是运化的过程，打得你气血周流。快呢，哎，你快才能取胜，对不对？这东西，就说你慢才能有快，是吧？你快才能慢，这极致啊！慢极致就是快，快极致就是慢，对不对？相互相成的，哗就出来了，你说哇，哎，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轻和重的关系是吧？由轻才能体现重，是吧？轻重缓急，是吧？那你再出来概念，疼了就疼，是吧？疼，哎，多疼的，走回来，走，兄弟，捋住，这手捋住，这么捋，哎，这有第一堵墙，哎，借助墙减轻下降速度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减轻下降速度，借助一堵墙减轻下降速度。哎，对，这挠起来，对，哎，这挠着，碰挠着，手就挠着，走，哎，这，不是这么，好这样，哎，这么着，这么着，挠着，减轻下降速度，哎，对，还可以，哎，慢慢的有了，对不对？你成习惯，你成抖着，就把手起来了，哗的都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哗的这么抖起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这一眼哗的就抖起来了呢？它圆起来就圆起来了，啪的就圆起来了，它就圆起来了，是吧？你这一轻的话，啪的就带着这边就圆动了，就蒙上了，就拿起，你不用动，对不对？趴着窝空起来，哎，我空起来，对，这么都是一样，这么都是一样，我哗的这么就圆起来，我这么都是圆起来了，不是又圆起来吗？转这不就转起来了？这不是过去了吗？是，我这么一撵就过去了。那手这呢？拿手这你妈就知道了。是，这不行，哎，这不舒服吗？我这左手你还是管着，你看这不左出来了吗？怎么左出来了没有？啊，
你不能这么去啊！哦，打那腰胯被抵着，又胯抵着了吗？你这抵着腰胯没？我又回来了，看着吗？你这腰胯就我已经带回来了吗？哦，这就已经带回来了吗？一蹭，这屁股一蹭，这，这一蹭就麻烦了。哎，对，哎，扶着扶，哎，你这得带刺儿啊，比如说刀了，哗。那刀了，那个刀带钩带刺儿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他把大抓住那个刺了。哦，带钩带刺儿，盘带得钩带刺儿，是吧？所以你所有动作都得开胯嘛。啊，胯不开了吗？咱那胯差太远了。这胯得开开。